这个问天实验舱呢，因为它更多的空间是装这个科学实验机柜的，也就是它4米2的这个大柱盾啊，更多的是装科学实验机柜的，所以留给这个睡眠区的这个包括这个厕所的空间呢，其实并不大。但是因为它的直径更大了啊，所以说呢，它的床位啊确实是可以竖过来。竖过来，那竖着睡和横过来睡在太空是有什么感觉的差异吗？其实是这个是没有任何差异的。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太空呢，它是一个适用环境啊，你在里面这个横着睡、竖着睡、正过来睡、反过来睡，其实在失重环境下其实是从这个身体的这个力学上的这个感受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